师娘会教我对跳应援，这个很壮观哎、欸，从来没有练舞跟其他队一起练过。对啊，第一次这样子、欸，同乐会的感觉。你大家来猜看第一个谁会先到行程？因为他刚在四点还没办的时候就问我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交给我？”我觉得他要出门了。哎、欸，第一名是兄弟的，第一名是兄弟。Yeah, 我们是总冠军。然后五队应援都超级多，所以我就各叫一队的最厉害最强的。最强的啦，队来教我们应援好不好？我们来的都是精英中的精英，不是阴精哦，好不好？那我们来，我们问一下卫权的，你对你们家的应援有信心吗？我们家应援很简单啊，很简单吗？最难的是你们家乐天最难。哎、欸、哎，编舞者在这。再给我再编难一点啦、啊，没关系啊。副帮的也很难，副帮。副帮也很难，副帮小而小。对，为难。我觉得是乐天跟统一的最难。哇，我们的兄弟小安如何？现在在练统一的，我紧你现在紧张？你第一次参加明星赛吗？不是，那我怎么记得以前明星赛比较开心？同乐会怎么这样？对，我们这次感觉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对。没有，你要想的，我们是要让自己变得更好。我上你的班，那也。对对对，以后我们交换啦啦队，对，因为宗旨一家亲啊，好吗？因为我都是最愿意了。对，好可爱哦。找得到卫权